采写：新京报记者钟慧晓，晚新媒体编辑。报道图源网络，11月1日晚，邵小山爆料称，范冰冰曾插足陆毅暴力婚姻，差点引得其妻自杀，还提到陆毅哭着给范冰冰打电话，要离婚娶范冰冰。该则消息在网上引起热议，也许有人还不知道邵小山是谁，其实他是电影《夜宴》中章子怡的替身，《夜宴》中章子怡几场需要裸背的戏是由他完成。当时冯小刚比较严苛，为了给章子怡找裸戏费了不少劲，后来是学过舞蹈的邵小山脱颖而出，但之后邵小山的发展并不尽人意。今年二月份，其实他就有过所谓的爆料，当时的他发了一些言论，直指范冰冰和赵薇。在范冰冰和赵薇工作室都发了声明后，邵小山删博并道歉，当时他很快道歉，言语混乱，也没有任何证据，并没有引起很多讨论，很多人甚至觉得他只是博出位。昨晚突然发声，又直指范冰冰和陆毅。对此传闻，新京报记者第一时间联系到陆毅团队，对方表示不予以过多回应。另外也有陆毅身边的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此传言为无稽之谈，熟悉陆毅的人都知道他的为人如何，这个传闻实在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降。二日中午，新京报记者发现爆料人龙女邵小山的微博账号已无法在新浪微博平台搜索到，随后爆雷也在微博发图并配文，好大一个瓜。11月1日，陆毅主演了新剧《风再起时》，在京举办开播会活动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他也分享了自己的对家庭的重视，透露在拍戏《风再起时》期间，一有空就会回家看女儿。他说，因为我们这戏在福州拍的，离上海就一个多小时车程，所以一有休息时间我就会回家陪女儿。被问到外界的舆论和传言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他说近几年不会去在意和关注外界的评论，可能我的重心一直在家庭方面，外界对我的评价我不太在乎。据悉2006年陆毅与鲍蕾结束了十年爱情长跑，正式对外公布结婚，陆毅担任起养家糊口的重任，鲍蕾则回归家庭相夫教子，两人还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